这个太大的学生啊，听说睡睡觉啊。很鸡腿啊。啊？对啊，这个。就喝一下那个瑶瑶的那个嘛，白马玛丽汤啊，不让你睡这样，不会睡的。我是觉得不要上课去睡觉了，这样直接就逃课，就不要上就好了，去那边睡。好，下一首歌也算是我们的。这个大家就唱了，我自己已经唱了大概不下百次的了啦。这首歌叫《农村出大事》啊，《农村出大事》来。接下来这个下一首歌，欢喜杜慈航。啊，是这个啊，行政的官人天，而且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共同来支持台湾的农业。的心动有简单的宽容，天地大浪都有花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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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We'll be right back.